是社区所举办的吼，端午飘香重情重义的这个关怀社会这个义善这个爱心活动，社区吼一定要这次霸掌平常时吼，俺姑妈非常的有名，在志工妈妈吼，大家吼手艺拢非常的赞。春华阳光关怀协会呢，今年一度嘛，咱配合社区吼，啊来关怀所有这个珍贵者，和你个这端午佳节，大家都当度过非常愉快的佳节活动。白肉粽来关怀咱老人吼，啊，咱义工要白1000多个来关怀咱老人吼，啊，过一个端午节，快乐的端午节吼。啊，咱社区上重要就是，我那办咱这英文智能的课程吼，做时段来学做。健康的动作舞蹈吼，啊，佮有咱今日的端午节有请邀请到咱国际的迄种舞蹈吼来表演吼，是多，这是咱社区特别的所在。这次端午节好，做社区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长照政府长照2.0的一个预防减缓失能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让轻度失能跟中度失能长辈一起来参与预防减缓失能的课程。那我们透过预防减缓失能的课程，我们让长辈们他们有表演的机会，让长辈呢也因为表演，他们更加增自己的自信，那也更愿意走。蛮喜悦的，有机会跟这些长辈一起共度一个欢乐端午节，那也让我们的热烈舞者跟我们的圣诞朋友这边舞者都有一个舞台去展现他们。那我想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健康，也越跳越有活力。也慢慢的希望说，通过这个剧点，我们分享将来在我们北港很多的戏剧点或者我们社区化的所谓，如果需要我们的话，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安排热烈舞者以及群舞表演跟长辈们分享。休假空，就打给妈。